三个人要干到台东，我们只睡2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好，我比你们好一点，大概睡2个多小时。我看一下最早睡，可以一躺下去秒睡。干神经病啊！上一次我环岛已经只睡2个小时，那今天我还不睡多一点？哎，你们骑的车都那么快，躺着600，对啊，650。它都75匹马力啊，谁知道你们等下出去又不用冲的？不会啊，不用冲的，我们骑车是非常安全，车速不超过100。哇，一旦，好吵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子恩，欢迎来到很久没有拍的骑车日志啊。那环岛旅途终于在这吵死的又扰民的早晨揭开了序幕。那今天的行程呢，对他们两个来讲非常的硬哦。因为我们要从新北的汐止一路杀到台东的市区，大约344公里，那这也是3天2夜里面最长的一段旅途哦。那为什么我会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呢？因为我今天骑的是朋友的 CBR60R， 那肯定会有人问，哎，怎么不是骑小G？那关于这个问题，下次我会在 CBR60R 介绍片为大家解答。好啦，那我们到加油站了。但由于我前一天又加满油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等他们加油。那在这段期间呢，跟大家预告一下，等等的旅行虽然是三个人的，但基本上只会有我一个人的画面，因为他们咻一下就不见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那加满油之后，我们正式开始了这趟我被海放的行程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在下一个休息点再见吧。该不会已经关电门滑过去了？干很屌哎、欸！刚一瞬间你们的声音就不见了。那我觉得这一趟旅程哦，我会很像一个人在环岛。敢笑死人啊！干！好啊，那现在我们在北宜了，那现在是早上应该7:20左右。小 case 可以啊，小 case 可以。腰还没开始痛，腰还没开始痛，开始痛。好，没有没问题啊。没戴手套？当然有啊，累。没关系，我拍拍。体重好爱好用，体重好用，对，只能体重压在这样子，一重刹车100公斤的体重压在，跟我单单车，天哪、啊！看到我不要刷我，看到你不要刷你，我会哭，他叫你不要刷、啊，我不要刷他，你们不刷我就不错了，我不要刷，我被干起啊，不是一边干。哦，车的问题吗？车的问题、哦、没有呢，我觉得不是呢。我刚沿路都大概40到60在跑而已。挡车比我还熟。你们刚刚多少在骑啊？我60啊。放屁！那在我们一阵干话的过程中呢，发现越来越多人来这边休息了，所以意识到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快20分钟，于是我们又踏上这趟我被海放之旅啊。虽然说是被海放，不过也才刚开始而已。我这样讲其实不是讲我后面会海放他们，而是你们会慢慢发现我骑旅跑跟他们骑仿赛疲劳程度到底差多少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下去吧。终于到了，我们预计这个到台东了，大概是晚上9点。要拖这么久？这种地方休息拖那么久才痛苦。9点，然后直接找地方住。我们连地方都没有找。
我现在对我晚上住哪里感到担心。怕也怕，不会让我没地方住。你是不太相信他？对，我也不相信。我从他早上开始没电，我就开始不太相信。干，我也要地方住、啊。他刚刚手一堆东西都没带，什么行动充没带，线没带，出个门包包脱下来8次吧。哇靠！提半个小时，休息一个小时，这是一个正常发挥。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你们骑那么快，我觉得等一下就不要休息，我们等一下一路骑，骑到那边再休息。会断，腰会比较会断吗？到底为什么不骑橘色的？不要不要，为了我腰着想。妈的，天气热死了，敢穿这个你瘦的人。还好，而且那台车引擎也不烫，你知道吗？好沿路在冒热气。我在沿路看风景，慢慢骑。好险，好好。我们刚刚只看了一下风景，哇哦！然后就遇到阿嬷，看到阿嬷，看到阿嬷，风景我是没看到了。才刚下北宜，他们的腰跟屁股就开始酸痛了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。那刚刚提到的阿嬷呢，是他们在九弯十八拐的时候，突然有个阿嬷从对向不要命的往他们那边冲。不过这也显示车少的地方还是要提防三宝出没啊。那红林刚刚也很好奇，我这样穿不热吗？那我想你们看到这画面应该觉得，哇靠，大太阳还穿这样，神经病啊！那身为307P的代言人，这时候就是要推广我们家夏季防摔外套啦。那你们不要看它这好像很厚，那其实里面都是用大面积的透气网布做成的，所以在骑乘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就把热风给带出去。而且它口袋又多又很大，在平时旅行或是轻装骑车的时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满分10分，我会给它9分。OK， 回归主题，那这次旅游呢，真的非常随性哦。刚刚你们也听到了，我们房间没有订，那其实连地图的路线规划呢，什么都没有做啊。所以我们在宜兰的时候是凭直觉跟告示牌在找路。要去苏花公路的路其实不难找，但要让三个没做功课就跑出门的路痴找到，还真的有点困难。下场就是你们看到这样，明明就一条路就可以到，可是我们却在人家的巷弄里面穿梭，甚至到了平常不会走的乡间小径。好不容易看到环岛一号线的告示牌，于是在红灯期间讨论一下该往哪里走，我们就顺顺的骑，不断的骑，凭直觉的骑，历经千辛万苦之后，我发现这是我们被开单的地方，也就是苏花改的入口，所以我们又绕回去找寻往苏花改的那条路。正准备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脑袋突然有一根筋接起来了，想起苏花公路要怎么走。左转啊，左转啊，往市区走啊，往市区走啊。然后等一下左边有个地方上去，可以到那个苏花改，不是苏花改，是苏花。在10:10，大家在那边休息。嗯，爽不爽？爽啊！你再继续骑。苏花真好骑，两岸都是直线的。啊，上次好不好骑？上次不好骑，上次那就不好玩。等下吃完东西之后就要继续上路，然后到花莲，我们才要决定台东要住哪。而且台东那么大，我们要吃完台东头，还台东中，还台东尾。台东尾啊！反正我们这烧很民宿海米。那我们要绕下去再勾起来吗？它在恒春的上面。那我们明天要在哪里？恒春吗？下班的脸完全没有痛苦的感觉，我一看到东西我就感到痛
啊，这还是怎样？啊？还没电。刚这段是没有打算拍啊，因为想要刚才骑一下，又跑来这边休息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才过一小段，大概几十公里不到，30公里应该也没有啊。然后我们就跑来这边休息，然后休息之后，我们刚刚看了一下，他说他要到台东县，然后我们再看要住哪之后，就发现哎，我们到台东县市区的话，我们还有208公里 ，Google 写4个小时才会到。4个小时啊！我们其他现在有700吗？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那好像也还好。小 case， 我小 case 啊，我到现在都没事啊。我一开始手开始痛，我手已经麻到最。真假？超级痛！我手现在才这一段，所以我刚刚骑起来，干我真的是。哦，没有骑小橘是对的。啊，等一下，不知道他们要在哪休息，因为照这个态势来看，等一下大概20公里休息，再骑10公里停一下。哎、欸，靠背啊、喔，那也是那个哎、欸，苏花改不是？是苏花改吗？哎，先停路边，先停路边。哎、欸，这里让我们从这里绕出去啊！哇，应该有很多人都这样缴了那个冤枉钱吧？这个有快3公里耶、欸！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要多久哦，人家报复性旅游嘛，我看我们这出来之后他会报复性推油门哦。哦，感动也结束了。哇，干，我耳机就听到你们在灌油门的声音。哎、欸，95加满，谢谢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124加1317块。哇，你加那么多？5600。对啊，我加到满也才209。我加满才224。哈哈哈！我在破车烂车。哦，街跑就是舒服。加油以后才发现 R6 真的是吃油怪。CBR 1000大爆啊，也没有加到那么多钱，何况是在 CBR 600啊，相较之下真的很省油的。不过我相信持有程度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右手，所以你们知道的，嘿嘿。那么过了宜兰之后呢，一路都非常的顺遂，直到我们到花莲就碰到了迷路的问题。那这次我们是要找到台西的海线，慢慢往台东移动。没想到我们又在花莲这边走到人家的乡间小径啊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在前面一点，然后往左转，有一个。路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到海边，芝卡轩大道3段。我现在在番薯寮休息区。这边是在东海岸的路上，那刚刚呢，他们是在前面一个转角等我，
然后他们偶然间看到这里好像有卖冰品跟咖啡，然后因为真的没有便利商店，刚找过真的是附近没有便利商店，我们就跑过来这边，就发现这边根本是天堂，哇，里面的冷气有够爽的。当我们吹完冷气吃完冰之后，已经过了将近快一个小时了，我以为我们接下来休息的地方可能会在北回归线界标，但我没想到是我们骑不到20公里，结果他们就在一间 7-11 又停下来了。话不要说太长，再跑100公里吗？好痛啊！跑了10公里，跑不了。我刚刚跑，如果路都平的是可以，但那个裤子我的屁股就已经不行了。我回去什么感受都不敢，我先包坐垫。敢我也要包吗？包了比油箱还高呀！超厚。不得不说，在高专注的情况下骑车，真的比运动还要容易饿啊。刚才在上个休息区吃完东西，现在马上又饿了。那我们吃饱喝足，讲完干话之后呢，我们又朝着我们的目标北回归线界标前进。虽然大概只有20公里啦，不过我觉得这段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终于要出发了，刚刚的天气还不错，现在变成这个暗暗的天了。我们刚刚从4:20到这边，现在已经6:10了，就知道我们聊了多久。因为这边的天气真的太爽啦、因为他订房间订太早，所以我们现在逼不得上路，不然还想再多坐一会儿。而且刚才 还记错人家那个民宿了，9:00，然后现在6:00。OK 啊，还有大概2小时，不到100公里啊，其实很快哎、欸。你看我们刚骑20公里，骑多快、真的不能再休息哦。那是跟你们讲，不是跟我讲。真的不能再休息，我妈跟你出去讲。叫我的屁股撑着，把屎快炸出来，还是要撑着，加紧。Something to hold on to, gotta find it first. But here I am, 'cause I've been laying under palm trees, waiting for the summer, knowing there's nowhere to go. 'Cause I am happy.到了这间加油站，我并没有加油，因为当时油表还有4格，这表示这台车真的是在4缸车里面算是非常省油啊。那天空从前面的明亮到现在的昏暗，虽然民宿的旅程只剩下不到50公里，但这一小段路却是不习惯夜骑的我感到最吃力的一段路。尤其这时候又是累积了一整天的疲劳，所以这时候会感到格外的疲累。看着路上的红绿灯、住宅、商店逐渐的变多，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来到了市区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平安抵达第一天的民宿。夜市吧。啊，对。那我们最好先收点钱，那9点之后等你们关下。好，从侧门进出。OK。侧门。哦，感觉有电梯哦。
电梯怎么感觉有点可怕？会死，干两天这样骑真的会死。我们现在是五天呐、啊，有药就五天。对，没有五天我不站街。干呀，干！三天是傻小。哇，屁股还好。哦，感谢上帝啊，感谢妈祖。好，我刚刚洗完澡，然后我们刚刚订了麦当劳。讲到麦当劳，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刚刚在骑车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在骑车的过程闻到麦当劳的味道，而且很神奇的是，那边都没有店家，那边只有树林跟海，就是一直有麦当劳的味道。你好，生病的人。啊，大家其实都很累啊，他们两个都睡一个多小时啊，我今天睡两个多小时，所以他们到这边洗完澡就是倒头就睡。啊，少爷，你要不要起来吃啊？你又来了，来在地上。Y'all think I'm famous? Yo, this ridiculous, meticulous. Yeah, I'm ready, 10 deep, we dangerous. Yo, all about a dollar, that green, no scheme. Hold up on your corner, right? Me, so mean. When I grind so hard, that my shoes so clean. I don't mean no harm, I don't want your team. Yo, give me the lighter show, give me a mic. You know, plenty of line to go, plenty of line. My bro ball so hard, but I still got bam.